美综合报道，南韩混血童星威廉是谐星山姆·哈明顿的长子，才拥有疗愈般笑容。2016年参加超人气育儿节目《我的超人爸爸》爆红，他的母亲郑佑美七日分享玩耍影片，却被指有虐狗之嫌。威廉妈郑佑美七日在 Instagram 分享日常影片，二岁威廉开心拿着玩具剑打向爱犬的背部，尽管妈妈出声说不可以这样，要疼爱他，但他仍继续将玩具剑往另一获得爱犬身上戳。郑佑美虽已出声阻止，但影片的内文却写住活住的玩具，给大家介绍最好的朋友饺子和茄子，把狗当玩具的荒谬行为点燃不少网友怒火，纷纷留言干瞧。郑佑美得知惹事后立即将影片删除，随后发文道歉，因为我青绿的行为让大家失望了，很抱歉，我正在深刻反省中。他指二货爱犬已饲养13年，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家人，以后我会努力成为小孩的模范妈妈，并做好对的教育，再一次向大家说抱歉。威廉翻摄自 Instagram 南韩谐星山姆·哈明顿左与妻子郑佑美又婚后育有两子威廉中基本特例，翻摄自 Instagram 威廉拿玩具剑打狗，翻摄自 Instagram 威廉拿玩具剑打狗，翻摄自 Instagram 威廉妈郑佑美发文道歉，翻摄自 Instagram